这只猫很奇怪，凌晨三点跳到床上，是想谋杀睡着的主人吗？突然它偷偷走到门口，显得很神秘，难道外面有人接应？接着又回到床边，东张西望，像在找东西。下一秒主人气得想宰了它，居然在被子上便便，瞬间惊醒。原来它叫黑豆，白天很乖，但眼神有点不对劲。一到了晚上，主人说它就像被东西附身了一样，总想出去。主人无奈，只好穿上衣服，给黑豆带上牵引绳，带着它出去看看，说不定黑豆发现了什么秘密。后来发现外面啥都没有，男主找来只小母猫，也有可能它是寂寞了。可黑豆却是个钢铁直男。更加奇怪的是，主人白天带它出去散步，它不走也不动，还得主人抱它回家，到哪儿就像被地板粘住了一样，怎么拉都没用。主人吐槽，感觉自己养了只赖皮狗，出门好好的却回不去了。铲屎官笑着说，带它出门过一次，回家就变了。它还是个十足的直男，小母猫主动搭讪。黑豆转身后，本以为会有个轰轰烈烈的爱情，没想到转眼它却开始咬人家肚子，活该单身一辈子。晚上主人接收一个快递，结果黑豆趁机溜了出去。又想出去鬼混吗？男主放下快递后才发现，赶紧转身跑去追，像看亲孙子似的。志愿者帮忙请来了兽医，医生观察后发现黑豆这是生物钟颠倒，真正意义的夜猫子，晚上想去鬼混，白天想睡觉。兽医说虫主带黑豆晚上出去浪过，他应该是上瘾了，并建议别带猫遛弯。黑豆爱上了外面的世界，也充满了好奇，于是晚上叫主人起床带他出门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铲屎官花了一个月工资买了个豪华猫爬架，还有一些玩具，希望他以后能在家里开心玩耍，放下出去浪的念头。没想到黑豆对新玩具还挺感兴趣的，马上就开始试试手感，白天有空就带他出去散步，消耗一定的精力，恢复跟主人一样的生物钟。黑豆就像狗狗遛弯一样，不少网友表示还是头回看到遛猫的。几天后他终于恢复正常，但却一直对小母猫不感兴趣，就是黑豆这英俊帅气的外表，不繁殖几胎后代，感觉有点可惜了呀。